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刚子，今天来到这个打鱼高手大爷的地了。他地里种的是蒜，现在老两口正在拔蒜苔，提这个蒜苔，咱过去看一下。不是你俩，哦，这挺好。啊，嗯，这挺好。你这是提蒜苔啊？提完了吗？嗯，这一块地这是多少？半亩地，能产多少蒜苔啊？蒜苔也，啥都，一个是得一百斤哈。嗯，一百斤。嗯，也就是说600斤，一二三，五个穗500斤。蒜能产4000-5000斤。哦，你这蒜应该是长挺大的那种是吧？哦，大蒜啊！啊，这么粗啊！哎，长得好，地上的麻山啊！上的麻山。啊，好吃的呀！啊，嗯，那是个啥呀？就专门提蒜苔的。哎。哦，那我劈开它嘛。对。那蒜还长吗？劈开以后。长。啊，不受影响。对。不提蒜苔还不长。没有多粗的蒜苔，真好吃的。你看这蒜苔，这么粗，嗯，要这么粗，这个嫩吗？嫩，行嫩，行嫩。看、啊、朋友们、啊，这个蒜苔，哎呦，一本盘盘的，真是细嫩。给干粮机子早买完，干粮机早买完了。嗯、是啊，那地方都喜欢卖这种自己种的这种。好吃。他批来的那种啊，干粮都是。从河南那边批来的，他们是批来，这真好吃。对，这咱自己种的。蒜苔，我尝尝。嗯，好脆呀、啊。嗯，很好吃。一共种多少地啊？一共有三亩地。二亩多，三亩地。一共三亩来地。一共三亩来地。连一个树呢。啊，那边也是，那是种的生菜啊。生菜。嗯，那是啥？棒子。棒子。啊、嗯。白棒子。啊、嗯，白棒子。就卖那乱棒子，到时候。嗯，啊，你这行，对吧？不提了。上午了。上午吃饭了。吃饭了。这吃苦力，你不敢拍出来都结晶了，没啥没了。下午再提。嗯，这么提了，这蒜这么粗呀？这蒜都长得很大很大。嗯，还有10天刨蒜、嗯。那你这蒜也是卖的那边？南阳街上。啊。你卖的便宜是吧？啊，便宜。比发的那个便宜吧？便宜，还卖5块。嗯，这是种的白蒜、红蒜。看，有两个高手在打鱼啊！看，观看的人啊，很多美女在这里看打鱼人打鱼，咱过去看看他们打着鱼了吗？看看他们的鱼货。来浪了，来浪了，不能慢了！哎呦，水上这来了，这真是狂浪，好，卷着过来的嘞。30公分高啊，得有啊！哎呦，哇塞！这又搁了一波鱼啊，这的。太差这一拉的话，这个鱼也就拉出来的个。那个拉够，其他看的水也就上去了。哦。过来那个大车还得上一个浪，看那浮桥上了吧？只要那个浮桥上过大车，这地方的浪就起了，起浪。
看战网啊，战网有吗？没有啊。希望成功啊。中几啊？中俩。两个鱼啊，两个鲫鱼，鲫鱼啊，欢迎了。就是，看鱼货啊，车船够了。哎呀，真不少。鲫鱼，看我这打的，往河里打的，打的有点。来来来，这网看这网了哈，咱们来看一下这网啊。哦，他这还多，不可爆，不可爆。刚才又多了，打这么些鲫鱼。真带劲！再来一网。大大这个鱼儿。哇塞！这网撒的真好，真开，是风一刮。它不原油了，但这是个好网，这是个进口单丝的。日本丝，日本进口的。细软活这个网。看了线能细，还挺结实，挺结实。我这个网能去和人头多大的去了。鱼了，中个啥鱼啊？鲫鱼，野生的，挑白啊？挑白挑白的，看，真漂亮，太漂亮，真带劲，野生鲫鱼，不打了，啊？收购了，你买了？收购了。啊，行啊，这鱼真好啊，这鱼啊，鲫鱼啊。这鱼真鲜啊！对，多少钱收购了？十块钱拿走了。十块钱啊！行啊，这玩意儿就是。就是。鱼还上去个小鲤鱼。小鲤鱼给放生了，十块钱买了那些鱼，里边有个小鲤鱼，这哥就把它给放生了。哇塞！啊，走吧。哟好，这网少点儿了，还不少嘞。嗯，要不漏吗？你放水啊？我这里漏。大房子那车咋的？大房子这。太远了。你再套个看看。哎，他把他那串子。哎，对。哎姐，那你进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也行啊，行行，还可以啊。小黑，小黑字了哟，嘿，黑子。
啊，这收了个啥？好，面包机吧，这是个热面包的吧？哎，是。看，是面包机吗？不是，是啊。看，又收到宝贝了。这是个啥？打印机，主要是在这了。这是个宝贝。这个录音机跟你说，最老的一款，这个有30多年了。原来我们家有一个这种的，30好几年了，比这个还要大的那种啊，还要早，老式的。看这边收到啥了？哎呀，好几天没来了，这收了一堆了。这是啥呀？这些啥呀？卡片啊 ，DVD， 啊，啥没有？放 DVD 的，那为啥光个纸呢？碟子没了。这是个啥？哦，这是个面条机是吗？这是个压面条的是吧？哎，对。看这个面条机，还能使啊？这是手动的，是电动的？手动的，手动面条机吗？这么沉啊，这弄。没刺儿是吧？鱼就是三角大梁，这卖呢？那里还在这卖十二，这里卖35啊，这卖35。嗯，你到头上大鱼，你在沟里钓不得。你那地笼里边放啥？啊？地笼里边放啥？放食儿吧。啊？你喂着吧。啊，不是，你放食儿吧，它咋进去？它不有个小木大小地笼吗？啊，放鱼食儿吧。啊。三边上，它下一旁光溜边，它要钻进去。啊，不用放鱼食啥的。对呗。啊。它就是直接就是那种天边儿完，从这边儿钻。啊。在这儿。只有第一场雨的时候多。头上雨你往带，头上雨哪够去？人身上什么大湖怎么模糊的？一个是伢鱼，一个是那个山鱼和那个泥鳅，它都。我鱼都砸在那个水瓶里，到一层半口水它灌出来了，它就在朝我一块下上下边，我都大小小地笼，俺扣了个，俺我带就带到10来年的，最好带。那带多的卖是咋着？卖也卖，吃不着就卖。啊，我带来点吃了都是卖涨了都是。对，吃不着就卖。那都是好吃啊，这么长。在俺这边卖吃了多少斤？这边卖35一斤，也到过来也不赚钱。我在鱼在吃那家，说你们是年是往年还回来的，再说鱼就是，你不是土坑说鱼，咋住的？咱都头3天一直都满了网。就是从海里上来以后，在俺们这不就咋不得和咋管咋的了？一般不放水。那我咋正好吃了？那算鱼啊？啊！哎呀，好吃！我又炸了炸了的。一炸不好吃吗？哎，我没事，啊，没事啊。哎呦，好家伙，厉害了！哎，这练技术的，这技术厉害。这么一个摩托车多少钱？1万来块钱。好，这得多大马力啊？250。啊？250。哎呦，多少钱？1万来块钱。1万来块钱。嗯。哎呦，你看那火车要看这种工艺。对。拉好犁都井底啊。哎呦，你说我这啥的，我就火